山西杰出才子最强阵容，第一位王勃，初唐四杰之首，流光少年，千古第一天才，山西和金人。第二位王维，人称诗佛，山西运城人，祖籍祁县。第三位柳宗元，河东先生，唐宋八大家之一，山西运城人。第四位白居易，有诗王，诗魔之美称，祖籍山西太原人。第五位王昌龄，誉为七绝圣手，诗家天赐，今山西太原人。第六位司马光，文学家，史学家，资治通鉴编撰者，山西夏县人。第七位温庭筠，唐代诗人，花间派鼻祖，因文思敏捷，誉称温八叉，山西祁县人。第八位宋之问，初唐诗人，律诗鼻祖，山西汾阳人。第九位元好问，金代诗人，被尊为北方文雄，一代文宗，山西忻州人。第十位卢纶，唐代大历十大才子之一，山西永济人。大家还有补充吗？